所有加州居民请留意，9月14日是州长罢免投票日。如果您的信箱中收到选票，请记住，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回寄。您可以将您的选票投在邮寄箱里，无需贴邮票。加州所有选票回寄信封都已经预付邮资了。或者您可以将选票投递到所属的县选举办公室的投票箱，或者您所在的其他任何民调点或者投票中心均可。请今天就投上您的一票，您的投票代表了您的心声。